起来，宝宝起来。嗯，我要起来了哈。哦，又睡着了。起来，宝宝，嘟嘟。哎，我们起来了，宝贝。哎，我去大甘肃看雪了。哎，小孩起不来，不起呀、啊。快弄起来，好，快弄起来，好不好呢？宝宝，宝贝。你起来了，起来了！你要爸爸来干什么？你要爸爸嘞？咦，嘿嘿，笑了。妈妈超晚哈，你起来了哈，嘟嘟爸爸嘟，来走了。啦，我们走啦。咦，小仔，小仔，哎，我不要动。起来喽！走哈，我们走。小孩没睡醒的闹啊！那今天接着坐高铁啊，去甘肃啊，外婆家好不好？起来。怎么一天还没出那个大江西哈？昨天晚上在这里住了一晚上，今天早上的票啊，8点钟的票，要坐8个小时，8个多小时的样子。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哎呦！现在已经到了西站了。马上进站了，给我跟我修的票不是一个车厢的，马上抢的。他是1点座，我是特等座，车票就花了2400多块钱，然后就车票。好了，现在出发了，带上小宝啊，想一下看能不能给我修换，把我的座位让给他。应该换不了啊，应该换不了。这样吧，我要特等座。再问一下嘛。好爽的嘞。嘿嘿。跑到这小女孩这里蹭人家的电视看。现在已经出了荷兰了，越来越近了。出去玩去了。这里下雪了，雪还没融化。雪景啊，给大家看看雪景。现在已经下高铁了，到了他们市里面，现在坐车去他家，走。现在已经到了，到我媳妇家了，那是他小舅家，住的花花草草。他们在划拳和酒啊，我听不懂，不参与。小乖，拿着花，我这也好久没种花了。哎，哎，几乎每家都有。我好像不认识一个。先生，炸！这个好灯，我炸！
我以为。